今儿是到了谁的码头了啊？遇水则发嘛，是不是？遇水则发，今天咱们就大发，告诉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箱子。嗯，哦，好，好，欢迎大家到达石浦镇。石浦镇，哇！石浦位于东海之滨，号称中国四大渔村之一。嗯嗯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的码头呢，叫做东门渡口码头。嗯，接下来你们要去的第一站叫做潭头山岛。潭头山岛，对，你们可以去那边去体验一下渔村的文化，寻找一下渔村的历史。好，因为是这个小船嘛，嗯，载重有限。啊？啥意思啊？所以每个人只能从你的箱子里面带一样东西。啊啊！来，手机就又交手机啊！等，我最后看一个消息啊！我往左看一个消息啊！又不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联系了。不是，我们要在岛上待多久啊？待多久？看你们在岛上的表现。是我们今天晚上会住在那儿吗？啊，看你们的表现。啊啊啊！我带个包行吗？不算一样，又不行了。算一包，那所以琴也不用带了，对不对？琴啊，背琴不用带，琴太重了。啥都看表现，还不确定待多久，还只能带一样东西，能带一段话给我爸妈吗？哎，来吧来吧。哎呀，只能带一样，我真的不知道带啥呀。试色纸要带吗？啊，你带纸可以。只万一要上厕所呢，我就带个。对。哦，兄弟们，我给大家准备了点儿，这个，那啥呀？降噪的那个耳塞，一人一个啊。除了王源新没有，咱们都有啊。他一人只能带一样。他只能带一样。哦。来，一样来，我这里面有四个。来。现在带这个。对，带。行，还给你。我回去可以办理一下退货。来。来，现在展示一下大家每个人带什么东西吧。好，我试色纸，防蚊虫喷雾，我带的肠胃不舒服的药，我耳塞，就是让大家能睡个好觉。好，我能带个代餐什么的。好，大家都很全面了，我就带一样东西。好，以防万一。哎，可以，以防万一啊。六个空背包。哦，这个好，这可以，都一样。Thank you。哎，水其实，啊，水也是吗？代餐都算。那我就喝了算了，把刚才买的水喝了。大家该喝水的喝完水，我们上船了。好，准备登船。来，走吧，走，轻装上阵。316号，Let's go。这声音传染。袁，你记得上吗？袁，我咋觉得？对，哎，来，我来给你调，我就觉得可以调。哦，再松一点。好了，可以了。牛。哦，舒服。哎，还好不是特别热。对，这风一吹，真的还挺舒服的。哇，哎，这个风好舒服啊。哎。Jack Rose。Jack。老鼠，你想咋？我挑你那都挑中不中？你挑我挑啥呢？我挑下去可凉快啊！你啥都没有，俺家有钱。俺家有地啊！啊，有地你不要挑嘛，还有大好的生活，不要挑，不要挑。
你这样的感觉特别像我来看看我们家这片海的感觉，很富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是我看我弄得怎么样？家里这片产业发展还是不错呀。那块岛上不是有矿吗？啊，那边那个不是探着石油吗？反正这三个盘子都交给你啊。好好，谢谢。每年呢几百个亿上下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谢谢苏总，谢谢苏总。得嘞，苏总，这边有2000多个刀。随便你挑，随便你挑，感觉就很业余。大概还有多久能到啊？40分钟，还有40分钟，还有40分钟啊？不可能啊！我们要去哪儿啊？到底？毁灭吧，感觉太远了。还没到啊，妈呀！这再开的话，就开到海南去了。要到了，这是荒岛啊，荒岛求生啊。这个岛真的是没有人的、啊、这又不是渔村吗？有点慌，有点慌。我马步都准备好了。好，走，下山 ，Let's go， 走喽 ，Woo， 好了，再见，啊，再见了，你走了，我会在大王宫码头等你们，下午4点前如果不到的话，我们就不等了。下午四点前，下午四点前找到一个叫大黄蜂码头的地方，大黄蜂啊，大黄蜂，大黄蜂还是大王宫还是大王蜂？再说一遍，你的国语不标准啊！大王蜂码头，大王蜂马什么没？大王宫，下午四点前找到大王蜂码头，我们连个表都没有，怎么知道四点？现在几点了？关键是怎么看时间？现在几点了？我现在几点了？现在几点了？我这有表。现在经理啊，有表。OK OK。12点了，还有4小时。OK， Let's go。再见。真的是荒岛哎。现在又干嘛？4点，我们还有4个小时。目前的任务就是很明确，4点钟之前找到这个大王峰码头，然后呢，咱们就见机行事吧。只有这边有路，那就从这儿走吧。我有预感，可能晚上会住这里。啊！现在后悔来不及了。哎，我们还没有吃午饭，对不对？哥，你还想午饭？哎呀，早知道早上吃多一点就好了。哎。我们刚刚这么多人带的东西，有人带水了吗？没有说不能带。我这个是废了。你带的是什么呀？我啥也没带啊。OK， 傻傻的。怪不得跟我们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穿跟脚的鞋。这个登山的过程渐渐地分化出了两个阵容，看来是按年龄和体力自然做出了区分。
两个大哥把它当旅游节目了。这跟我家那边的山有点像，有点像啊。嗯，看有没有野果可以吃，没吃午饭呢。这儿也能找到野果直接吃啊？在这种山上遇到野人都很有可能。哦，开始有岔路了。这是个分叉路口嘛？让我们选择是吗？肯定啊。两边都有水泥路。刚才虎子看到那个船不是？船是往那边走的吗？对。如果这个岛是个圈的话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往这边走？但是你看这条路延伸到非常的靠山顶哦，就往上走。往上走到巅峰就会下来，就跟我的经历是一样的。我知道呀。等等，我这不，等等，这个有个箱子啊，哎，你看，揭开一次久违的欣喜，聊半天，咱们还没看到这个东西啊，其实在这儿了是吧？我们自己想多了，没用力了，这亏你还是做电商带货的，就这么拆东西呢？看看啥呀？什么东西？对讲机，对讲机。两个对讲机，还有一个，哦，任务箱。喂，听一下，可能有指令。请讲，我们已经拿到了二号宝箱，请讲。讲什么？我在你对面。我以为导演组跟我对话呢，我还，请讲。是这样，我看，这现在打开不？锁的有密码几个？一二三四四个。我先用07134试一下。好，我觉得导演不可能会那么蠢的。他不会那么蠢吧？哇，他们很有可能就这么蠢。如果这么蠢的话，那我们这个节目要重新录了。你这个是7013哦，不是导演组蠢，是亮哥蠢。想多了。2022。你不行，不行。0713刚试过。那会是什么呢？不是零。你猜肯定是猜不了的，是吧？没关系，咱们再试两次嘛。再试两次，不行就砸开嘛。哎呀！0713刚试过。那会是什么呢？他不可能让我们抱着这个箱子去找路吧？应该是先把它打开，然后再。不是，就是要找这个密码。不是吧？真的，对，有可能，可能意思是让我们分开寻找，分头寻找。我们这样，它这是两个分叉路口，我们兵分两路，兵分两路之后呢，然后找到了，然后咱们试，对讲机两个组，一人一个 ，OK。来，黑白配，啊，手背往上，这两个人果然是跟社会脱节的啊。手背往上，手心往下 okay, 啊！ Okay, okay, 我们配到3V3为止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黑白配，黑白配，合适。Yeah, 我们三个拿这个走了啊！走了。我怎么跟你们老林组在一块儿？你跟我们上过刚刚上了央视一套的人在一起是有排面的哦，这样子，年轻人你多干点事儿吧。行，就是我就是看你还觉得还有后生还可以，知道吗？大哥、二哥，然后提着小弟一块走是吧？对呀，小哥，这个搭配我是满意的，因为就是我感觉出力气的是比我年轻的都在这儿，远远在那边他是最年轻的哦，我们这边有大脑，对。前面一阵蓝烟，啊，蓝烟，信号灯，哎呦，这是烧着的车吗？这已经是废弃的车了呀，肯定那是第一个线索，这个烟应该就是信号的意思，指引我们那个线索在那儿。哎，有个箱子，哪里？车上，哎，你看看，申哥果然眼尖。啊！来来来，你看王栎鑫有多么……对啊，这就是智慧，你要多看，是不是？哎，王栎鑫，哎，你看，啊，
但这条路比较艰苦，他要上坡了又。努力都是上坡路，不努力才是下坡路。对，怪不得我这么多年这么轻松。有辆车，哪儿啊？哦，我发现了一辆车。这个真的，来来来，报告一下队友啊，我们发现了一辆交通工具。是不是需要汽油？哦，汽油，这是汽油。啊，等一下啊，启动一下试试。看有没有油。没有油，没有油，没有油了。没有油，那我们有一个车，你们有小半瓶油，那咱们结合一下。我感觉咱们既然没油，咱们是不是可以滑下去？不是，这有刹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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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掉头。好，我 OK 了，我先下去了。OK， 注意安全啊！那咱们慢慢溜达吧，慢慢溜达。我觉得啊，咱们要有一个探路的，所以说你给我，让我骑车。哦，我们往前慢慢走。谁有防晒？我来一点吧。生哥，哎，其实有脸谱的，要不要带着防晒？啊，不会吧？我们每个人现在带着脸谱吗？那个就是防晒的呀，你看有两个眼珠子。那你带吧，我们先看一下效果好不好？蓝脸地的耳朵，我的眼睛和鼻子呢？你眼睛在这儿，你眼睛在上边。村民不会把他暴打一顿吧？这肯定要暴打一顿，我跟你说，遇到这种。哇，这个哇，哎，我觉得反倒他这样更帅，你不觉得吗？比本人帅多了呀，真的。我的天哪，太帅了！我妈呀，就把你的大眼睛露出来了，还有你性感的这个凹回锅肉嘴皮。你们说的是认真的吗？真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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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的。那现在如果我们做组合，我能作为门面担当吗？可以可以，必须在前面，绝对是你，谁都好看的。看这红脸胖，哎呦，你不只是门面，你还是门神。哎，还要戴眼镜吗？他戴不上眼镜，因为他耳朵被裤子了。戴不上眼，他戴眼镜，你骗我吧？画儿不能丢，杀！哎，给给给给！哎，强行戴上了。哎，你们谁要跟我一起？你要干什么？艾伦，你还要跟我一起吗？你认得出是我？我已经这样了，你还选择我吗？我选择你。我选你，我选你，我选你。戴头盔。我戴的东西也太多了吧？我要戴头盔吗？戴。哎，你俩都带上呗，你俩都带上。行，好好好。我先去回个头，你回了。你呢？你先往下往，你把眼睛露出来呀。是啊。哇，你好娇俏啊。来，艾伦，准备好。来，咱俩探路啊！来，抱紧我！加油！加油！脸谱组合！哇，有大房子，有大房子！哎，红旗，红旗，红旗！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！快，快，快！两个箱子，两个箱子，来拆礼物喽！放着。我俩正在拆，然后发现了三号信封和八号箱子。我的妈呀！哎，有水！哇！习大普奔，习大普奔，有水！有水！太棒了！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咱俩继续往前开吧。就前面堂子里面肯定还有，是不是？但咱俩就不浪费时间，往前走。啊！哎，是这样的啊，我们是不是告诉他们在这里有就行了？其实也可以，咱俩就是一直往前怼。对。
开路先锋嘞？这是唐风长，哎，老徐发现另一个红旗。走走走走走，路如果路过前排场村长坑小学的旧址下去看，可以看到那个红旗，然后看看有没有箱子在周围。我们就不下去看了，为了节约时间。OK， 前排场村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来，走吧，咱们搜吧，咱们先搜这儿吧，我们搜这里。好，我看见了什么？哦哦，有发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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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有大量的矿泉水和火腿肠，还有奶酪面包。栏目组的吗？栏目组是他们的。栏目组哥，那栏目组不就给我了吗？栏目组说是他们的。这。是栏目组的吗？你把这个信放进去，七号信。咱也不多拿是吧？你看咱人多，没水喝，咱也不多。哎，兄弟们，对吧？每人半瓶水，不过分是不是？不过分，不过分。你看，他从车上掉下来了，我该捡起来是吧？不能乱丢垃圾，不能乱丢垃圾。三，是吧？哥，好好好好。哎，漂亮，这都可以啊。吃的好吃的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宝贵的食材。哎，这个是拿过来的，晚上。这是咱们可能全部的食物。快送了吧。好了好了。兄弟们，晚上的晚饭我们也已经发现了。有一辆，太棒了！你说这要是没机车可怎么办？让我们再看看是哪家赞助商。珍贵的矿泉水，满载的食物和水。看到箱子了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电扇，哦，防晒帽。五子弹吗？这个肯定特别热。都不带啊。走吧走吧，我们这里发现没有一个能让人太兴奋的东西。又看到一个旗子，这啥东西？指南针吗？是，真的是指南针，亮个表上就有。红旗，丝巾 ，Help！ 有蚊子，有蚊子，赶紧走。是鞋，一堆鞋。我觉得这些东西啊，是不是有些对于我们来讲不太有用呢？哇，我看到红旗了。哦，好。我真的服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。来吧，四个，对。九号，姓是八号。九号当时有封信。锁这边。信在哪里？信在哪里？信在按了哪？九号信。呼叫，呼叫。请讲，请讲。你们那边怎么样？找到那个村了吗？村子没找到，但是我们找到了足够的食物和水。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岔口，我们感觉已经……而且我再继续开的话，可能没油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决定往回返，会找你们。我们决定返程，决定返程。你们要是回来的话，在那个叫前什么村呢？前排村。我们先忙下来啊。好，我们先往回开。我去那个提前先把赶紧把东西拿来吧。猜猜是什么？还有很多好吃的，饮料，泡椒凤爪。哇，这是嗨起来的意思。嘣嘣嘣，嘣嘣嘣，哇！西瓜 ，watermelon， 西瓜，还是冰西瓜，冰西瓜，漂亮。三号箱，五号，对一下。咱们可以现在就弄一下。对，我俩在的时候，打开水。六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是吧？冷静不下来。好，三号信封。
潭头山人一直在尝试搞海带养殖，但1958、1968、1973年三次尝试都失败了，亏了10万块，一直到1978年才终于。三次尝试都失败了，是不是三呢？是哪天第一次去啊？亏了10万块。1070。哦，1070是吧？试试吧，啊。不是哈、啊。1978试试。就这么简单。哎，不，1979。哦。因为第二年收获的是吧？1979。Dude, 就是这么智慧。英文怎么说 ？Intelligent, smart, clever, brilliant. You are clever boy. Thank you very much. 这两个人是中毒了吗？不知道，两个人练习英语呢。You are so stupid. 他们怎么那么兴奋？也难怪，他们全部找的都是那种嘣嘣嘣。What? 蹦蹦蹦，蹦蹦蹦。哎，码头出来了，朋友们。Oh, we got a map. 我们找到了码头。来啊，来，来，对对对，信息。来，没开的，没开过的，一个个来。对波。我这有个8号箱，也有8号信。8号是这样的，就是 TTSD 4个字母，然后就代表什么数字呗，4个数字。最后一个什么字吗？都是什么字吗 ？TTSD 嘛 ，D 啊，嗯，然后 B 来，我试试那个 B 是 A 3，然后那个7773，我试一下，乱试啊，7773，这真不一定，这个我觉得几率很小，但是我得试试。开了8873 TTSD， 是这几个字母在我们的电话的键盘上对应的数字。What a boy！ 厉害！哇、wow, ，You're so smart！ 工作人员给掌声了！来，太牛了！真的，奖励一个！对！奖励一个，太牛了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葡萄牙的，开始从渔村。2021年1月27号，5年后的4月8号。这都是几个？就这最简单就是0408，试试看。What a clever boy! I know. Thank you. 5号跟5号的都在这儿，那我就开始解了。自行车、摩托车、拖拉机都拥有量在80年代以前全部为零，更别说汽车了。80年代全部为零，全部为零，来，哦，0000啊，4个0，开了，全部为零。出这种题真的是侮辱我的智商。来了，地图来了，果然是个地图啊。来。我们刚刚不是有个胶带吗？可以把它拼在一起啊。有胶布了。先压好，再拿那个胶。没定址了吗？我们的图其实已经出来了。是不是对？因为大王宫在那边嘛。我们现在就在前排场村嘛，就是在大概中间的位置。那就往那个往东走，往东南走。对。那这单拿这块不就行了？贴那边。去东南角就完了，所以啊，我们得从这儿绕过去，从六骨头这儿整个这样绕过去，再绕过来这儿。是的。所以我们要从那边，走，立马出发。是的，来，这样吧，我先把物资运过去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们那么抱着过去，真的蛮累的。对的，我同意的。可以。关键是这个，我们得提一下，我们居然发现了五谷道场提供的豚骨拉面。哇，我们的节目有商务了。耶。非油炸五谷道场，不怕上火，不怕胖，好吃不油腻，一碗治愈暖汤，一刻温柔时光，是什么牌子呢？五谷道场，牛！后箱装满之后，还可以后座坐一个人，再抱着箱子，再多运点物资。对，可以的。我拿这个吧。然后地图你们拿着，然后我们到哪个路口告诉你们了。OK， 好 ，OK， 慢点，平安啊。好，冲锋小队先走了，拜拜。那我们走呗，走吧。哦，我们不如去那边看一看吧。
那边是长坑小学旧址。没有地方他们去过吗？长坑小学没看，长坑小学没有进去看。确定吗？确定没看。你们路如果路过长坑小学的旧址，下去看看。好的。嗯。B， 错 ，C， 错 ，C， 错 ，C， 好。走了。还是有劲儿，哎，看来你们之前真的还不够太累啊，劲儿是使不完的劲儿啊，真的是。亮哥，那里有个旗，看到没有？这儿有个旗吗？有。来，你们那儿一个旗，我们这儿一个旗啊。OK， 双旗啊，来，咱们找这个旗。走。是不是在屋里啊？估计是。你是不，你是又不敢进吗？有没有灯啊？剪刀石头布，谁赢了谁谁你进去吧，一块一块。蛤蟆蛤蟆蛤蟆，你别大惊小怪的，你吓我一跳，我本来一点都不害怕。这为什么？这个专门就是给他们住的地方，有可能是吧？这有蜘蛛网，你走啊。有东西吗？我觉得应该。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小声一点。我自己就声音大点不好吗？难道我蹑手蹑脚的跟着你，然后那就更吓人？老婆，我跟你讲，这屋绝对有问题，因为那放了个 GoPro。我之所以我是想说有没有灯，我想看看这里边有没有东西。有没有灯啊？没有，我。这里咋就没有呢？不该呀，应该没那么放的，没那么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已经拿过了呀？啊，好嘞。两位大哥有没有来过长坑小学拿东西？已经拿完了。哦，走吧，拿过了，他们拿过了，对吗？那咱俩在里边。自己吓自己，吓半天。走吧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先撕开吧。哇哦！我们找到了一箱五谷道场番茄牛肉面，很好吃的哦。哎，还有雨伞。哦。所以我们找的是对的。伞，大家把伞拿着吧。行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伞也没必要留吧，你拿出来呗。这干嘛？不是，我觉得有些伞是开的，有些伞看一看看一看，就看给谁。你看，这个伞不是我们，是你。哦耶！哇，这好公主啊！哟，亮哥，哟，出来了。买菜呢，早去菜市场。咱俩不是有一个单独的 CP 吗？叫降智兄弟。我想了一个口号：降智兄弟永不放弃。哎，你看看有没有？降智兄弟永不放弃。对，就是有永不放弃的精神。要是没有智商的话，好像不太适合今天的任务。哎，真的，山高路远，越走越险，真不要脸，真，哎，啥啥啥。本节目由五谷道场独家冠名播出，健康好面非油炸，快乐相伴再出发。本节目由强强强强过想象的 Real 强爽品牌赞助播出，兄弟冲冲冲，强爽强强强。六捕头，哦，来，路过了，看一眼吧。可能有东西，我们看看。
我一路向北，但我们在东南。我先向北再说。啊，哦，我先看这边啊。哎，我，等一下。哎呦我，这两个啊，天，这够破的。咱把它搬上去吧，我觉得。你深啊你。咱把它搬上去吧。那边。那边是台汽车吗？哈哈哈哈！这个应该开不动了。对对，肯定开不动。哦，来拆起来。哎，做饭的锅。哦，罐头哎，鱼罐头，过瘾过瘾过瘾。OK， 最后一个箱子，这应该是六号箱子。六号箱子 ，OK。啊，又看见了啊，又看见了一个红旗，那是红旗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黄旗，六骨头。哎，来到了我们六个人的骨头。六骨头，走吧，进去进去，走了。嘿嘿，呵呵，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呀？我们在这儿还是要集合一下的，因为我们又拿到了一个箱子，这个锅也是我们刚刚开的，还有罐头。既然箱子和信都全了，咱俩也做回个人吧。OK OK， 做回人，做回人。来，做回人了。太无辜。我的发型好看吗？不是，你发型不好，不是一般，关键是中间这儿裂个裂哥，有问题吗？裂哥有那味儿了啊，是吧？我是不是以后这个节目之后接不到别的工作了？可以接得到，可以接到整容的工作。没事，有人跟我一样。其实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行，看得出来底子好还是很重要的，帅不帅？帅帅帅帅帅。有两年会很流行这种发型的。来，这九还六啊？这应该是个六吧？六六六，六的信，六的信，在你那儿。他的生日吗？我们某个人的生日，就是我们其中最帅的那个人的生日。哦。啊！上一次蘑菇他说他最帅，我觉得应该是月薪的，就是看你是哪一年的。如果不是就尴尬了，你看。我觉得应该出示年份，反正我们都过一遍就行，我们把每个各自的年份过一遍。不是我的生日，不是我的生日，你们瞎搞。不是，就年份也不是，月份生日也不是。他原话是说最帅的人生日，不是吧？就是，他最后一句怎么说的？最帅的那个人都还没出生。哦，还没出生？就他都还没出生，就是肯定是1989。1990，1990，应该是对的嘛？应该是对的，因为月薪89已经出生了嘛。嗯，不对。不是，还没出生呢，还没出生，应该是1988吧？还没出哦，我出生的。哎，你们这个怎么算的？你们这个是真的？他1989年出生，你给他来个，他1990年还没出生。哦，他1990年都一岁了呀？啊，对对对，对不起，有吗？也不对，最帅的那个，我冒昧的试一下我出生的年份啊。也不对，那实在不行，你1976嘛，算个我嘛。也不对，咱把几个人的年份都算一下。85，张远的出生年份不能够吧？谁公认他最？骚人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等会儿，这句话盘一下啊！我是1986年出生的，最帅的那个人还没出生，你是85年出生的而已。
那应该是你最帅。这是我啊，也没有。谢谢。按逻辑上是这样的，按逻辑是这样的，反正不是我，反正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不重要啊，重要。这样的，反正不是我。哦，找到了。这最上面的那个，然后是根本不用，这不重要的那个，根本就不重要的，就不重要的那个。所以帅这件事是不能当饭吃的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对，其实我们就那块不重要嘛，你看。哎，看一下拼起来是什么样。好了，所有的箱子跟心已经解开了。好，完美。对了，线路出来了。哎，展示一下，向节目组展示一下。这有什么难的？这个有什么难的？我们搞定了，搞定了，并且知道路线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，六骨头。刚才有个那个路线从这走上面这条岔路，然后往这一绕就到了。那我们现在马上也要到地点了，我们先吃点东西吧。可以啊，道场不是给了我们面吗？我们就煮吧。来吧，那我去拿面了啊。走。哇，还有午餐肉嘞！你把锅先拿出来，对，我拿出来架着。我先放在上面啊。对对对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碗是有点儿。确定这么原生带吗？啊？您生火不要架子的？要，找一下，找一下，那边有架子。拿这个来支起来，我们是不是、啊？嗯，拿这个来把它支起来。No， 我来吧。那你们搞木头，我架那个。木头，这不是木头吗？对吧？拿砖，对，拿砖比较平点。哦，这个可以哦。然后还有高度要可以那个放那个锅就是可以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差不多嘛，这样嘛 ，OK 啊，稳，对，稳 ，OK。这有，找到了，车里面有火柴 ，OK。这个锅要洗一下不？来，我去洗。从刚才进来的地方有条水管，你看到没有？可以。那我们先点一个，哇，灭了，风在这儿在吹。我这快没了，没了，还有一根，我的天，就在这一根。我来，生哥，我们是生还是死？就是你的这个了啊，我们能不能？对，慢慢加一些，对。哇，这个真的相当荒野求生了，这个真的。没了。对，这先给它切一下。起来了。那此时此刻只能觉得棒了。哇，厉害。哎，是不是得拿点柴备用？不是，要先烧大枝的，要把大枝的烧起来。来，大枝的是，我来砍。我来一个。OK， 来了，水，稍等啊，放上去，我直接放。哇，咁大个婆，水，漂亮。
这样啊，因为它不同口味的，但是咱们如果分开煮的话，怕火源维持不了那么久，咱们就一起下吧。我们混合的口味分别是这个豚骨拉面、番茄牛腩面，还有一个酸笋肥牛面。就像我们几个，我们的风格也不一样，但我们混在一起还是挺好的哈。来，一块，两块，两块，三块。大家准备撕开一起放料啊！来，蔬菜包。哇哇，可以！熏的，基本上煮个三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其实可以了，你先试着来一下，不要烫着了，真的，快放在地上，不要烫着了。OK， 好嘞，优秀，哎，快，来吧，面好啦！哈哈哈，咱们自己快吧，快吧，快吧，吃吧，吃吧，来，吃多少自己快多少啊！好，客气，不要客气，来来来。哎，真筋道！哎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夹不断，真筋道！哇，牛牛牛牛！我不客气了啊！好了好了，自己快自己快。好了好好 ，OK OK。哇哦！筋道！哇，这个映着这个太阳。好，够了，来干一个吧，干一个吧，干一个干一个，感谢五谷道场，好吧？五谷道场。非油炸健康面，好吃不油腻、哎，不可能油腻。加料，加料了啊！哇！哦呦呦呦呦！我先口味还是重，真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同志们，围一圈吃，围一圈吃。客气，来一块，来一块，来一块鱼。嗯。刚吃了一大块。哎，这个汤真的好。我说我再来弄口汤的，真的没有汤啊，他一口都没，一滴都没剩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为什么这么好吃？你瞧他如此的不修边幅，吃得如此的投入。哇！过于卖力，过于卖力。哎，还开着机吗？今天我们走上街头，随机采访一位正在吃面的朋友。哎，请问你喜欢吃这款面吗？这位蹲在地上的朋友，这碗面和您平常吃过的有什么不同呢？那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那来问问这位看得见的朋友，还有吗？你再给我倒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再来点。哎，戏太多，一个面，你只倒汤干嘛的？那你能多来点？哦，哎，哇，吃舒服了。灭火，把火灭了吧。啊，把火灭了，收拾一下，然后再出发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你确保它灭了就行。对。把那个空瓶子都放这里边吧，都放这个箱子里，空的都放在箱子里，都放箱子里。来吧，大家背上包吧，拿上东西，拿上各自的东西。伞那你拿着啊，伞，然后对讲机，然后我拿地图。走吧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辛苦收拾。哎，往这边走吧。那就这样呗，我们刚刚那个地图咱们看到全貌了，而且我们刚刚已经探过两次路了， okay. 基本清楚了。我俩迅速找到码头，大家就是边走边休息，然后你就回来分批接人。OK。走，慢点。嗯，那我们也走呗，走呗。哇塞，确实路途有点遥远，全体步行的话可能要走三个小时。说实话，有些许那么一扣扣的。哎呀，坚持一下，我们的装备是越来越多了，但是包是越来越重。我是累病快乐，我觉得我平时都不会有这么大运动量。哎，今天算是。是，尤其走山路，我跟你说，觉得走上坡是相当消耗。哈哈，今天晚上估计睡得很好。
那累的时候最容易打呼，就想小心今天晚上吧。咱们今天晚上睡觉，每个人肯定都打。我觉得累，这我今天大家累的应该很快能入睡。哎，哎哎，发现一个皮卡，发现一个皮卡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车这个打不着了，那个没电了。正好你帮我推一下吧。没问题，我帮您，您帮我，帮您把车推动，然后带我们一程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能拉我们吗？来，大哥，这车有点问题，我们帮他解决一下。然后呢，玉鑫先回去拉你们，一个一个拉到这个车这儿来。好的好的好的。不要推这个车是吧？啊，对。那我们装一下胳膊吧。好嘞好嘞。小心啊，小心。谁要上？走吧，虎子上吧。走吧，这哎呀，虎子脚疼，虎子上。哎呀，这合适吗？走吧。哦，没油，没油了，没油了啊！啊，鼓两下。哎呀，虎子，你的点太正了。跟导演组说一下，车没油了，让他们过来领车。导演组，导演组，车没油了。哎，再见。我看到你们了。啊，我也看到你们了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就那几个，大哥，人不多，加我一共六个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，帮我推一下。那必须的，帮你把车推动，然后带我们一程，好不好？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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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好嘞，好嘞。大哥，这车抛锚了，没电了，帮我推一下吧。哦，没电了，咱帮大哥把车推起来，大哥带咱们一段。行，那咱帮大哥把这车推起来，来吧，谢谢啊，大哥，这不能推跑之后您一踩油就把我们抛弃了啊。这岛上面很厚道的，很厚道啊。哎，那好好好，谢谢大哥，来吧。推车需要有人来个口号，来首歌。那生哥，生哥帮我们起个歌呗。哇，那我这歌可牛了。嗯，就是车吧。这歌我觉得不用推，这车都能发起电了。OK， 来吧。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，跟着你的那个一个点点的歌，哥哥心中。唱起小醉歌，还破音呢。妹妹何时你要渡过天涯的河？哥哥，你哎呀，不要没劲了。上车吗？上车喽！可以了吧，大哥？可以可以。上车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大家把车带上。调调一下，调一下。对你这样好看吗？哎！哇哦嘿！好看了没有？嘿！起高了。走了，好 ，Let's go。大哥，如果一会儿有三个分叉路口，我们走中间那个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这个角度看那边，哇！哦，喂，哎，海滩了，海边，海边。哦，邻居把拥有并走散，黑狗的双眼带着黑猫。太高了吧？干杯！来来来，命命命命命命运把拥有并作社会，黑军的双眼带着黑梦，革命的用闪闪的光芒，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。棒棒棒！哎，咱们这会儿把那个。活该最后的那个地方的对口对了吧？哇哦！来来，准备来一个，我哎，速度多少？速度？谁不曾有过最荒唐的青春？谁也只是淡淡说爱你，我永远不变。当我想起那熟悉的老歌。是否你也想起那
当年夏天的谢谢谢谢师傅，算铁了，谢谢师傅。小心这渔网、啊、容易缠脚啊，朋友们，那注意一下，注意一下，来来来。好，现在看一下时间，看一下时间，好，刚刚好，我的天，还差十五分钟，对，还有十五分钟，你看我们争取了，这对、啊、提前十五分钟到了，三点四十五。所以对我们的奖励是什么？奖励，奖励，奖励。就是可以离开这里、啊、可以离开哦，也行也行也行，你可不可以离开？好，登船，恭喜你们，来下一站 nice， 走了、哦、来来，慢点啊慢点啊，哎呀小心哦，哎呀没事，嘿嘿嘿，大老爷们儿抱着大西瓜本来。您好，怎么称呼您？嗯，怎么称呼？岛民，老岛民。您贵姓？哦，姓林。林，林大哥。林大哥。林大哥，林大哥。林大哥。肯定是大哥啊，您这年纪。你们几岁了？我们啊，你猜。哎，大哥，你猜一下。哟，我们年纪也不小。对，您猜嘛，您猜呀，猜呀，他多大？猜一个。您拒绝他多大？二十八岁。二十八。猜他，猜他多大？猜他多大？猜我多大？他比我大。你十九。十九。大哥，这个，您猜一下。这那就给你个三十吧，三十吧，三十吧。为什么跟张远比起来你还老一些？张远，你生气，你上岸了。你比他小一岁，我知道啊。啊，那诚实猜，就那个机制。哎呀，等什么呢？走吧，我来一天开开心心的。这个系安全带，啊不，对啊，救生衣。你十九岁穿什么救生衣？哎，十九才要注意安全。哎您在这个岛上工作多少年了？我啊，应该说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，就在这里三十年，石浦三十年，三十年哦。哎，下个月办手续了，退休了。哦，下个月退休啊？对呀。啊，对，那我叫您大哥也行，叫声叔叔也行，其实叫哥，叫哥才显得亲近。你们从哪里上岛的？我们从哪里？我们从那个是什么岛？铁岩码头。哦，反正就是那边那个码头，真正的老家就在那里，是吧？对。哦，那您是一直做什么呢？一直管渔业。渔业。那这个岛上的岛民基本上都是渔民吗？全部是。全部都是。对，因为我们这里岛原来水田没有的，水稻什么没有的。啊，没办法弄水稻，哎、就只有渔业。像这里的原来这个村，是我们的整个岛最大的上海，小上海啊，因为最大的村庄啊，人也多啊，别的村庄有些是几十户吧，它也有几百户，那就是大了。那整个这个岛上面，其实好多人都没住这里了哈。没有了，已经三十年了吧，九二年。全部撤进去了，九二年都已经撤了三十年了啊、嗯、这儿也算是依山傍水了，那为什么都往外跑呢？这因为当时的时候渔业发展，它的就是这里的后方补给达不到，所以大家都到石浦。我进去的时候可能就像你们这样子年龄，我儿子只有五岁的时候嘛，一晃就三十年了。
你说要不要问他有没有听过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？来吧，来吧 ，call back 一下，好吧 ，call back。确定吗？确定确定 ，call back 一下，来来来，远远的，远远的啊，来，大哥，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，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？听过，但是不会唱。啊，没事，您听过就行，您听过就行。哎，那您有没有听过？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这个挺熟的，挺熟的，肯定熟啊。好，好，好，过过过，下一个。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，哎，好像好熟，好像好熟，对，就是没听过。啊哈哈，啊哈哈，但是肯定我觉得它是熟的，对，哎，熟的啊，勉强过关，勉强过关。来，到你了。那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就是，最近还挺那什么的。你听，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，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。听过没有？漂亮，大快人心。为民除害，哎，虎子大吼一声，哎，说得好，大哥，真实，很 real， 很 real。不是，为什么前三你都觉得熟到这，您就摇头呢？真的没听到过。看，是不是还没有宣传到位？是不是没唱透？是是是，说明咱们代表都要多唱，走到哪里要唱到哪里。哎，那听过棉花糖吗？试一下。哎，对，哎，那您，大哥，您听过这首歌吗？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。垂死挣扎，啊，Double Q。下船就有吗？下船开车直奔奖励去。哇，直奔奖励去，直奔奖励去。把我们的一个全花在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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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舒展舒展筋骨，迎接一下奖励。领导再见了，拜拜拜拜，欢迎下次带着小孩来。好，好的，退休快乐。新年快乐，谢谢谢谢，享受啊，享受，快乐再出发，哥拜拜了啊，拜拜哥，快乐再出发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开心，虽然累，但是感觉还是挺满足的啊。刚才跟远远聊了，我说身体的累不是累，就是精神上很放松。是的，三天三夜三号三号，真的，尤其男人年纪越大，我觉得不是说那么容易就老的，真正的老是心里觉得是疲倦。厌倦了，眼睛里没光了就老了。对的，嗯。啊，咱的车，我记得钥匙都没拔，我认为可能出来就不见了，结果果然已经破到没有人要的地步了。还是这辆车吗？对啊。那还是老位子回去，还是老司机来吧啊。我们接下来的地址就是假日酒店。哎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哪里？酒店。接下来的地址是酒店。What？ 砰砰砰，砰砰砰 ，Gotta get get， 砰砰砰 ，Gotta get get， 砰砰砰 ，Gotta get get， 砰砰砰 ，Gotta get get。帮我开一下门，这门开不了。你昨天开。这个拍哪儿的？反了吧？嗨，嗨。来了，老铁们，走起，走起！哎哎哎，刹车在哪儿？哦，在这儿。每次都得找一下，这个毕竟有四五个小时没开了，稍微。哎，今天这哥59岁了，那真的还是看不出来哦。嗯，确实，哈，精神头是挺好的。你说咱们多少岁会退休呢？唱歌能唱一辈子。是吧？嗯，我应该能干到55左右，55到60。
唱是多久都能唱，关键那个时候有没有人听是一回事。说的对，你能干六十五，你家小区留下三个大妈听，那算干这行吗？什么不算？曾经咱们都说过，台下只要有一个关注我们的人。哎，王雨欣，曾经我都已经打算放弃了，但是你们刚把我拉了回来，然后又去拍戏了。说我什么？说我老成一些，老成，老成。而且他说老成，你看他就知道旁边有个老成。亮哥，你现在梗真的是听了都难受。现在的这个有点不像是去一个酒店，酒店开了这么偏僻的地方。对啊，我就是在说嘛。不会是正在建设吧？咱们去工地干活啊。会说那个牌你看前面，哎，酒店工人疗养院。哦，是酒店工人的疗养院，结果是。你知道吗？对这种梗要求非常严格的苏醒在你旁边，你知道他有多难受？Too many things doesn't make sense. Why? It's enough. 来了，来到半山，半边山。哦，你看看。哇哦，右边快看。Basketball court， 可以啊，这个环境啊，啊，笑的，就这儿，哎，到了哈，下车，呜，呜，哇，这么隆重吗？哇，哇，突然感觉地狱到天堂的感觉。你好吗？所有人笑脸相迎，哇，居然还有外国友人，欢迎。老树发芽现奇迹，重操旧业暖人心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接旗，那队长接旗啊。那个老树最老，老树最老树。没没，我来了，我当司机来来来。给老树，给老树。我是老树刷新期。哎呦呦，好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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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谢谢。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是我们位于山顶海天楼的套房。我确认一下，我确认一下，等一下，冷静。是去看一眼，还是今晚在这儿休息？今晚在这儿。哎，我感觉不可思议，先生，感觉我们不配这些。我们今天到底是经历了什么？双开门儿，哇！我真的闻到股味儿，我酷，哇！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在阳台上我们可以观览到我们的东海。That's the dream, that's the dream, dude. 哦哦哦！来来来，看一下卧室，我看看我的祖国在哪，我看看我的祖国。哎哎哎，细节细节细节，注意这里，注意这里。哇哇，这也太细节了吧！快乐再出发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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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也看这个桑拿房，哎，哇哇，这个餐厅，哎哎，看一眼这个餐厅，享受今天的丰盛的晚餐。好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你，小兵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忘了说了，就是，这间房不含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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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含澡。你以为我们会早上会起来吗？真的是，不含什么意思？不含澡算。哎，有大厨哎！不行不行，哦哦哦。哇嗨嗨嗨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哇哇哇！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今天真的是假的，这是真的，应该是真的。不会待会儿让我们做完什么任务才能吃吧？那不能够，还是说直接我们就真的就是可以吃？真的？哎呀，真的哇！
哇，到位到位到位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天哪，谢谢谢谢，辛苦辛苦，天哪，这有点过分了，我的天哪，涮涮涮跳，感谢节目组，也感谢吴国到场呗，是不是？来，哥几个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第一天啊，感谢，哎，先吃点吧，先吃点。来来来来，先来这个跳跳鱼，先感受一下跳。那你们说说这个鱼，这个鱼很鲜，你们可以吃。嗯，好吃。以后只要不用我钓，什么鱼都好吃。